哦，在大棚里面我们还发现了大片的蕨类植物，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品种。哦，这个是泰山枸杞蕨，我们一起收集了有个30多种与原生地的蕨类，就是在上海周边这种山区收集的，所以会抗性会比较好一些。因为蕨类在中国花园中应用的比较少，我们想尝试一下。这个蕨类其实很适合很多的那个阴生花园。那这个泰山枸杞蕨它的适应性怎么样？泰山枸杞蕨抗性比较好，它阴生和也就是说比较阳生的环境都可以。那我们也收集了一些纯阴生的就是非常阴生的环境中的种类的。好的。啊，这里有很多漂亮的新叶，有点红色，这个蕨是什么蕨？这个是红盖翎毛蕨，这个在这个上海周边的花园中已经有应用，它的嫩叶还是非常对，非常漂亮，远看就颜色就很漂亮，很鲜艳。那这些蕨类的话，是不是跟刚才看到的那个泰山枸杞蕨一样比较强健呢？对，这个比较强健，也还比较耐阴。然后我们这里有非常珍贵的蕨类，这个是荷叶铁线蕨。哦，这个是比较罕见的，因为一般性都是一个复叶样子的，这个是单叶的。是的，然后它也是中国的特产植物，只产于三峡地区。那是属于保护植物了。对，是吧？对，那我们想通过方法把它尽快的扩繁。这个养护有一定难度吗？对，这个有一定难度，我们目前也只是尝试阶段，并养的也不是非常理想，还在探索。我们就发现一种神奇的蕨类在这里啊，它因为它有两种不同的叶子，那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福建紫槭，这个是它的孢子叶，然后这个是它的营养叶，它是叶就是孢子叶跟营养叶是一叶型的。这个是长在高山湿地中的一种湿生蕨类，它的根能够长得跟铁树的那个根茎一样，就是可以它变成像那个我们说的树蕨一样的。对吧，非常壮观的一种。它的叶片而且是非常的长线条的，细长的，而且它这个它的那个繁殖叶跟它的这个普通的营养叶对比非常的强烈，颜色也非常好看，可以上面已经摸到那个粉状的那个孢子了。这里有一大片翠绿色的叶片的那个蕨类，这个是什么蕨呢？这个是菜蕨，它就是平时可以食用的那种。对，它在江西的婺源一带，它是民间非常知名的野菜，长在水边上的，它的嫩芽口感非常好，他们那一带叫水蕨，其实是菜蕨。那就等于是观赏跟食用是两用的一个蕨类。对对对，然后也比较高档，所以在花园里你种一颗以后，你就可以体验一下那个乡村的菜艺。对，家里有做那个蔬菜花园的小朋友们、小伙伴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那在这里呢，我们发现了就一片上面带有漂亮花纹的，看上去好像是阴生的植物，对吧？这个是杜衡，是细心属的一个种。这个种的有趣之处，它是中华虎凤蝶等几种珍贵蝶类的唯一幼虫食物，所以有一些做蝴蝶花园的一些玩家，他会专门种植这个。那就很神奇很奇特的啊。我发现一款特别的银莲花，因为普通的银莲花就是一个花杆上面一朵花，但是这个银莲花呢，它的花杆特别神奇，它是有两层的，中间一朵花飞了去的掀开了，然后下面有四个小的花苞，看上去还是有二级分支，上面还是有花苞，非常的奇特，而且这个花呢又迷你，颜色也非常的清新，如果种在家里种一棵的话会非常的特别。这个叶片是银绿色的植物是什么呢？这个是芙蓉菊，你现在看上去它是银绿色的哈，随着气温升高它会变成银白色。它是一种海岛植物，就是生长在这个海岛的悬崖边，海浪能拍到的地方，所以它非常的耐盐碱耐干旱。我想起来了，是在我在舟山就那边旅游的时候看到悬崖上有这种银白色的，就是这些它是吧？对，它是一种一亚灌木。那应该抗性是很强的。对，非常耐干旱耐盐碱，所以说一般银色的植物啊都比较怕高温，但是它不怕。而且它夏天的话颜色会不会变有一些变化？它整个夏天是最漂亮的时候，会变成完全的银白色。那非常强健的，因为一般的银白色的植物夏天都是很怕高温高湿的。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条岩石铺就的小路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漂亮的石竹跟这种叫光子黄芩。这个石竹
覆盖性非常好，因为刚才方老师问了它一下，它叫做欧石竹，花朵非常的细巧，叶子也非常的细腻，就感觉像针线一样。那么这两种植物我觉得放在岩石药用植物园里面做一个搭配是非常好。啊，今天很开心啊，我们的行程中看到了方老师的植物宝库，以及他给我们介绍的很多的新品种，而且是他的原创的一些新品种。希望呢他的品种呢今后更快的可以到我们的每家每户的花园里面来。那么谢谢方老师。期待大家光临。有很多花友尝试着自己在园子里种一下，但是到夏天都失败了。你可以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它的温度不能超过28度，所以在上海地区可能不太现实。今天我们来的很幸运啊，正好碰到一个漂亮的多花紫藤在盛开。那么方老师给。不是